好多人在直播呀，谢谢，好多人在直播。然后因为我现在也很无聊，所以就开了个直播。嗯，你们在外面吗？因为大家今天都在出外务，然后要十点才开始，然后这个点大家都没事。Hello， 谢谢。嗯，西瓜都变色了。今天姐姐给我们做的发型我很喜欢。没有，我想吃西瓜，然后那个西瓜味道有点变了。小燕去上洗手间了，希望同学吃饭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Hello。我们在一个后台。这种发型，这个是姐姐给我新做的发型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很喜欢。没有在中心，在那个一个外务的后台。对，好像要十点才开始，十点才开始。谢谢。你既然敢这么对我的充电器，你要是敢对它做一些什么，我就拔下来。你要吃火鸡面，你不是不会吃辣的吗？你别吃那个西瓜，西瓜好吃。你看我都吐出来了。没有，应该十一点就结束了。我真好看。皮肤好好，没有，因为开了那个美颜。今天老燕还挺好看的，谢谢。嗯，其实我最近皮肤真的特别差。嗯，他在旁边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啾啾姐姐，杨欣吗？在那边。有人问我你在哪儿？我们刚的合照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有拍合照了？怎么知道我们拍合照了？他呀，他在玩手机。我本来扎了一个头发的，然后小牛奶说，那个扎两个头发，扎两个马尾会显得青春洋溢，然后我就扎了，辣就辣了。我第一次吃那个芝士火鸡面的时候，把自己的辣嘴巴辣肿了。谢谢。哇，这是刷刘海吗？因为我们外务嘛，然后我们团的整体风格都是可爱、圆、阳光、朝气嘛。然后我今天来的时候做的那个发型是，就是你们帮我拍仿图的那个发型，有点成熟，所以就还是换成比较。谢谢谢谢。什么？我不
才有人，刚才有人问说舅舅在干嘛，然后你就来了。舅舅，哇，这个是不是没有加什么？没有。会把口红吃掉吗？会。嗯，昨天我看的。其实他在说什么我也没听懂，他说的很小声，然后我耳朵又有点聋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这个人这么投入的吗？对，是舅舅，他在我耳边叽叽喳喳不知道说了啥，然后我耳朵其实有点聋，我听不见。Hello， 开就开一小会儿吧，其实我也累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现在开直播不论次数了，就是每天都能播了，所以就不用周见了。最近皮肤太差了，我有点难过。谢谢谢谢，应该是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吧。夏天来了，让菌菇来一下吧。菌菇，你的粉丝想看你一眼。那我看看是哪个小表妹。让我看看是哪个小表妹。哇哦！你在看不见。祝您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。我先变个三。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面来财，九九归一，十全十美。他在边作业的。我们外务啊，然后现在大家都没事做。现在大家都在开直播，睡觉了在睡觉，休息了在休息。嗨，让你看到一眼。我们9:35要到楼下。现在几点？现在08分了。没有，今天没有带衣，我忘记跟你们说了，今天不上带衣。因为今天大家都没事，又化了妆，然后在一直在后台。公演刚刚结束。哦，我说过了吗？那就好，我还担心说忘记跟你们说了。没有，这里离我们中心特别特别的近，就可能就多少分钟。这是各方面的。绿直播睡觉。他在直播睡觉吗？哈哈，那你们在看吗？没事，他睡着的美颜省事。刚吃完火鸡面。明天要拍深写，然后我还有店员。明天我有深写，还有店员。想哭。壮壮不在吗？壮壮。AMB 可以开这样，你也叫什么概念？就是叫严明，你叫严，谢谢。这
是对，应该在这边，离我们很近，离我家，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很近。明天你可以大睡一天。哦，我明天还要上课，哦不，还要拍升学，拍完升学还要电源。你是为了我电源才留下来的吗？田先生在外屋吗？嗯，对，在外屋。那个世界杯什么直播来着，然后就在外屋了。嗯，要不今晚就回去了。嗯，工作没有我关系吗？端午节快乐，端午节快乐。手机都快没电了，赶紧去。有点卡了吗？可能这里太多人，大家都在。不过大家都是用四 G 的，我也是用四 G 的网。这叫其乐融融，我们后台。金发碧眼，我这头发是金的吗？小鬼听不了，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小鬼，这个小鬼听不了。这还不关吗？这个关了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关了。我来看看。这肯定是抠的图啊，抠不抠粉？明天店员找我玩，好呀。手机没电了，回来。我要下直播了，可能就播一小会儿，下播了。怎么快呀？对呀、啊，嗯。好想偷偷给你们看老刘。